杨处长，还记得我吗？ <笑>也没别的事儿啊，我这是公然挑战香港警队。收手。刘处长，还记得我不？记得。你太太，向日葵花店的老板儿，你还有个闺女。 小太阳幼儿园高板，他叫刘诗雅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你放一个人。放个人？阿俊，阿俊啊，阿俊，你和你背后那帮人要怎么样才肯收手嘞？嗯。 应该清楚啊，香港警队从来唔同恐怖分子妥协噶嘛。<笑>我会想笑怎么办？好像这样，最后结就是夸张一点。如果背后不止一个原因，如果背后不止一个 reason， 差不多啊，川普。 如果背后不止一个原因，啥子人、啥子事，可以搞定这只老狐狸哦。